下送货的车，这个封条贴上去以后，司机不许开窗，也不许下车，货品都是由下面的人自己开门，拿走，有尿都得憋。确诊一例，金山小区封楼了。比较严重，大家不要下楼，不要下楼，全部居家隔离。《时报》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《大纪元时报》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